嗨，哎，你穿新衣服很好看哎、欸。那你又说，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啊？不就是穿新衣服吗？哎、欸，我这可不是普通的新衣、欸，难不成是工程的新衣哦？你在讲什么冷笑话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穿的可是有机棉哎、欸。什么有机棉？我现在肚子很饿啦，要不然我们中午去吃马油鸡面怎么样？讲冷笑话就算了，还谐音梗哦、喔。有啦，我有在听啦。重点是，你怎么开始注意有机产品了啊？他们好奇为何我开始变了，想与大自然变得和谐相处。地球转着转着，环境变糟糕了。想要爱护地球，我选择改变生活，崇尚自然而不破坏生态，享受有机生活给的四大美好：环保、安全，还能保护地球。健康的来源，天空营养均衡。于是我从饮食变得有机，不知我行，只要人人有心。当我开始穿起有机，回归初心，是想要支持环境变得更好。天然肥料降低，土地水源污染，有生生态地球才能永续发展。选择有机的生活方式，从你我开始影响更多的朋友。想不到你的生活哲学竟然这么的环保爱地球。其实食衣住行处处与有机相关，只要你愿意，现在就能开始改变。